到处去做吗？还是对啊对啊，平常也是要做，但是他现在精神很稳。这样是1380，多少？1380，还算 OK， 偏高一点点。是啦，140才是高血压嘛，一般的。那138是 OK 的啦，但是问题是，觉得他以前我们跟他做的时候，他眼睛都是打开的，okay， 早上也是嘛。像我们讲他萎靡，他眼睛开了，被痛醒了。我这样捏捏他的手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来做的时候，我的家人就没有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实际上就不必2点来做到3点，我们可以等他吃完饭，3点吃完饭，我们3点半来做，这样对小齐来说，他也不会可是你哥哥不是会笑会来的？就是没有啊，我已经那么久了都没有。对啊，就是，可是上次我们来他就没有那半段就没有来。可是他要是哪天忽然来的？那又不能，那整个都会中断了，因为你不是很确定他一定不来，不是100%，至少2点到3点是给我跟他讲的嘛，那他如果哪一天忽然来了，他到底要做或不做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事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不会吧，他既然不来了就不会再没有，就偶尔会来一下，就是说他可能5天10天不来，那忽然来那么一天，对，那就不管他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从3点半开始。那跟我再跟小琪讲，应该他比较好了。跟他们讲，对，我觉得。
做的，好像我们走了，他也没有来。嗯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明天明天我早上来。明天早上来，那没有问题。一三五日我都早上。对对对。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一四六，你今天来了，明天你还来嘛？对不对？那礼拜一你也来，那礼拜一的时候我再问一下。好，因为他说这个小姐她是做礼拜六礼拜天的。好，她没有做，她没有做二四六，她不知道二四六，她不知道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情形。对，所以礼拜一的时候你提醒我再问一下那个小姐，说，那个。对，礼拜二、礼拜四、礼拜六的事。对对。如果他下午我们来了，他没有再来，那我们就改成3:30。好，好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小齐也比较不要，因为他本来是做晚上班的。是。那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变说下午要来，那这边做完4:30，其实离他晚上班也比较近。对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而且妈妈也不必说做完了马上就吃饭。对，我觉得不太好。今天江妈妈的这个左脚的筋有更软了，这边这条更软一点。哦，太好。对。对，以前是整块整板的，对，现在已经剩下。对。有比较软，对不对？我的意思是说比较瘦，瘦以前是整块，整很快很。很大一块的，像木板一样，对，这么厚，板根一样，对，像板根一样那么厚，这么粗的一块硬块。对，那块硬块是半模还是半件？半件半模都有。半件半模是两根，那那只有一根吗？它是这样子，它是这样交错的。哦，所以我们摸起来是摸到两根，对，一起摸到。对。哦，这样。它就互相交错过了。所以一摸就是两根一起摸到的。对。我有去看了一下那个书，它那个半件在上面，半模在下面。对。那半模是比较厚的，比较圆的。嗯哼。那半件是比较长。你知道半件在靠内侧还是外侧？靠内侧。靠内侧，半件嘛。半模应该是靠内侧，半件半模它是上下，对，它哪一个靠比较靠外侧，比较靠这边，靠那个大腿内侧，因为你刚才讲的会比较不清楚。我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。对，好，那假设这是大腿，它这个上面这个是半模，下面是半件。不是，下面是半膜，上面是半件。是就比较靠近骨头的是半膜。对。靠近外面是半件。半件的哈。是不是？我看到好像是这样。对，半件半膜。对，我觉得半件在下面，半膜在上面。半件，半膜的形状有点像一只鸡腿一样。对，它上去就扩开的吧。扩开，对。对，好。来，我们要放另外一边了。啊，你要过来吗？等一下，那我们把它身体，我把它翻面以后，我还是在这一侧，因为我先做背部和腰部。那个是那个谁呀、他是把它，我们是坐起来做，你需要把它弄起来坐起来做吗？怎么坐起来做？就把妈妈坐起来。坐起来你现在要做脚还是要做背？没有，我的背也可以在背侧着做，没关系。那个他是坐起来做，他说坐起来他下面呢他比较好做，没关系，我一样可以做。因为坐起来叫妈妈这个脚都要放外面嘛，没有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一样侧着可以做。